在进行交叉步突破的时候，为了增加突破的效果，还得注意五字真言：转、转、推、蹬、旋。下边我对于这五个字呢，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。拽是在三威胁的时候，将球拉向身体，从而强化了手臂的抓球力量。转为转肩、转款，提升了身体能量在体内的蓄积，提升向前推进的爆发力。而推和蹬两个动作是上下肢的合力动作，提升上下肢的发力方向的统一性，增加了合力的力量。最后旋是指的跨出的步进行向外旋转，提升进攻人迈步时靠近防守人的位置，增加身体对抗的强度。下面就是完整的技术展示。